法国驾照 Go 的考题第二十九套试题，订阅铃铛按一下哟。小狗子陈皮会提醒小伙伴们一起刷题，加油，爱你哟。le champ visuel à l'arrêt est d'environ 120 degrés. Réponse A. 160 degrés. Réponse B. 180 degrés. Réponse C. 第十一题，停车时我们的视觉是多少度呢？ 这个数字，小伙伴们记住就好，一百八十度，只是单纯的背下来哦，没有技术含量。简单来说，停车，头部嘛可以随意的转动，眼睛看到的范围更广阔些，所以我们选择 C，一百八十度。Le stationnement est à durée limitée d a n la rue en face. Oui. Réponse A. Non. Réponse B. Dans la rue à droite, oui, C non, D。第十二题，右边街角的限时停车牌，因为是方形的，所以呢，它意味着这一片区域，也就是前后左右街道是限停的。所以题中问对面街道或者右侧街道是限时停车吗？我们都选择。 we，、oui、方形牌子呢是指 zone 呢，整个范围，这样会更广阔一些。我们选择 A 和 C。J'avance，réponse A。Je sers à droite derrière la voiture blanche，réponse B。第十三题，图中虽然是双向两条道，但对面这个大货车脸也太大了。我们如果不躲避，从它旁边过。 平行距离很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呢，根据窄路相逢，谁有障碍物谁避让的原则，我靠向右侧白色车子后面，给大货车让出足够的宽度，让他们先行，然后我们再出发也很好啊。选择 B 选项，我向右靠在白色车子后面。l e a c t i v i t é r i s q u p e r t u r b a t c o n d u i t s a sandwich. 第十四题，下列哪些行为有严重打扰开车的风险呢？A 选项，吃三明治吗？开车吃东西就是很分散精力的，注意力都在食物上，开车肯定危险呢。B 选项。 听广播，只要广播的音量正常，开车听广播也有助于避免困倦。B 不选哦。C 戴耳机打电话对开车有风险吗？有的呀，注意力都集中在打电话上，而且戴着耳机听不到外界的提醒，非常危险。D 点一支烟吗？嗯，和吃东西一样，分散注意力的。 En plus du permis, ce conducteur doit pouvoir présenter le certificat d'immatriculation. Réponse A. Le procès verbal du contrôle technique. Réponse B. Un constat amiable vierge. Réponse C. L'attestation d'assurance. 答案 D。第十五题，警察临检时除了驾驶证，驾驶员还必须提供哪些纸张呢？我们要记住必须给警察出示的三要素：驾驶证、行驶证，也就是徽卡，还有我们的保险证明。这道题是问除了驾照的另外两个，那我们就选择 A 和 D 就对喽。

需要打开近光灯吗？位置灯的亮度不够，不足以提示对面道路的车辆，我们是在行进还是停止，影响他们的判断，对我们也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选择背近光灯。第二问，此情此景，我们打开前雾灯还是后雾灯呢？这两个都可以打开的，尤其是。 后雾灯增加亮度，提醒后面的车辆小心慢行。大雪天记得打开前后雾灯哦。最终答案选择 B、C、D。Le clignotant gauche est allumé. Je change de voie. Oui. Réponse A. Non. Réponse B. 第十七题，左转灯已经打开了。 我现在立刻马上变到左侧吗？虽然内后视镜里显示后方没有车子了，但左侧外后视镜角落处显示我们左后方有车辆哦，所以不可以变到左侧了。以后小伙伴们开车打转向灯变道时，记得扭头看一下哦。最终我们选择答案 B 选项，左侧有车，我不可以变道。

其中有 an d e r w a e 间隔的意思，和 distance 距离是近义词哦，所以呢，很显然这道题我们要选择 B 选项 distance 距离。 Je tiens compte du ou des indices. A. Réponse A. B. Réponse B. C'est à moi de passer. Oui. Réponse C. Non. Réponse D. 第十九题，提一问，我注意啊，路牌还是碑这辆车呢？还是这两个都要注意呢？我们在转盘里一般呢都是外面的车给转盘里的车让行，所以啊应该是个让行牌，但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哦，需要同时注意碑这辆车的司机他的反应。 如果他停下来让我们转过去还可以，但一旦他不遵守让行牌，直接冲到转盘里，我们也是很危险的哦。所以，题一选择 A 和 B 都要注意。第二问是我通过吗？是的呀，选 C。We 道路外面呢有右侧优先权，但要进入转盘里就要遵守。 左侧优先的规则了，一定要等转盘里安全了，我们才可以进入。这道题最终答案选择 A B,、A, A, B、C。这 panel prévient d'un risque de bouchon. Réponse A. D'un bouchon réel. Réponse B. 第二十题，图片中高速两侧的这个三角牌预示什么呢？A 选项。 这个牌子预示前方有堵车的风险吗？还是 B 选项？这个牌子可以预示前方有真正的交通堵塞吗？在高速上的三角黄色牌是临时牌子，但它的出现不是告知有无堵车的风险，而是提醒大家前方会有不定时的真正的堵车哦。虽说目前路况很好。 我们没有减速的可能，而且呢，这种牌子突然的出现，并不会对我们有过多的打扰。预告牌总会让我们提前提高警惕，集中注意力。这一题我们选择 B 选项，预示前方有真正的交通堵塞哦。欢迎点赞加订阅，也感谢小伙伴们纠正错误。小狗子陈皮继续爱你哟。